大家好。因为是素馅儿的，所以熟得非常的快。这个饼的外皮儿区别于其他的馅儿饼，是那种非常酥脆的感觉。用手轻轻捏，层次都会打开，每一层都薄如纸。打开看一下，是一丝一丝的，又酥又香，而且里边的馅料非常的多。喜欢的就试试。